怎么能喝这么多？他又喜欢，他喜欢玩。进来你还没给我倒杯，倒过水呢。你要喝吗？喝。不给。不会的，我真的，我真的打算以后你们高大学的每一年，我都会给你们送生日礼物的，我给你们寄过来。真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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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这么想的。完了。然后甩甩甩甩，它印出来了，然后它才能到我的相机，就到我的手机里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拍立得吗？要甩，他个造谣这么累的吗？他什么要九十秒或者甩甩可以？谢谢
そうだって少し疲れるでしょう Tell me どんなことでも話してみて Lately 忙しくてて急に謝らないで Trust me 不安になっても不想被拍，他走，他躲进去了，因为外面太冷了，估计他现在总想钻到我的被子里睡觉。明明还是十一度的天气，我却已经穿起了加绒牛仔裤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冬天该怎么过都不知道。好，59分了，我现在要骑着我的小毛驴飞奔去上课，大家再见哦。と過ごす毎日がドラマみたいで目が離せない The story of a life こんな風に共に歩んだ日々が繋がってゆく何今の模様 This moment forever 重なり合う記憶は tender 二つの影離れぬように行けるとこまでこの道を
新鲜水果茶，谢谢。走，坐哪儿呢？所以呢，12月我们还会再回来一次，所以那一次应该会再带一些东西过去。然后衣服也不准备带太多了，反正双十一还会买，到时候直接邮到那边就行了。今天来了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我现在要把后面这个床上稍微整理一下，因为刚刚扔了一堆衣服还蛮乱的，然后我们应该就要出去了。然后我现在就要，对，他在给我发消息，然后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了，去他房间里，然后陪他化好妆，我们就要一起出去吃饭了。寝室，然后现在大概是几点钟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是晚上的9:26。今天干了很多事情，比如说吃了饭，然后我们去，因为我来忘记带洗面奶了，但是其实我买了新的，但是它邮到我们家里去了，没有邮到就是这儿，所以我今天晚上没有洗面奶。然后今天除了去了斯斯兰，还去了屈臣氏，然后买了洗面奶，我还买了好多东西，所以我准备做一个小小的购物分享。这就是我今天的购物袋，对，感觉放床上也有点脏。Zara 购买了一个这个香薰，它是一个蜡烛的那样子的，就店里充斥着一股就是香薰的味道，然后我就挨个闻里边，我觉得应该店里就是这一款的味道，但是我可能需要买个蜡烛，因为我们房间是一个不通风的设计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房间里香香的可能会让我心情变好一点吧。然后是这些
对，这不是优衣库的，这是屈臣氏里买的，然后我装在优衣库的袋子里，因为再买一个袋子要1块钱，然后还比较浪费。然后买了一个沐浴棉球，买了一个面膜，压缩面膜，买了一个很可爱的，就是梳发袋，洗脸的时候用的。然后就是这瓶洗面奶，是芙丽芳丝的一瓶，不是按压式的，就是那种这样子挤出来的洗面奶。然后是优衣库的，我买了一个红色的打底衫，这样子的，就是那种高领的。然后还买了一件黑色的打底衫，是针织的，它跟那个的料子不一样，这个是针织的那种一条一条竖条纹的。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购入，还买了蛮多东西的。今天就是之前有几个快递就已经改了地址的，就直接寄到这里了。然后我们来拆一下裤子，一条直筒裤，然后是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一条毛衣，大魔术这期的毛衣都很好看，而且都非常厚实，可以穿到冬天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很秋冬，然后它的料子也蛮秋冬的，我觉得配一双厚厚的袜子应该会挺好看的。当然这样搭配可能不太行，我就是随便穿一下，但是这裤子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然后我大概把它的腰已经提到这个地方了，肚脐也上很多了，所以算是个高腰的裤子。那可以拉稍微低一点，然后卷起裤腿穿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就是这样子，其实应该也还蛮好看的。那这条红色的打底衫其实也蛮好看的，它是一个高领的打底，然后当然我属于上半身很胖的那种类型。然后呢我买了一个 M 码的，那我黑色那条买了 M 码，说估计有点大了，它这个肩宽是差不多正好的一个肩宽，这个肩膀。那这一条黑色的这条线一条就是条状的那种针织一样的打底衫，效果也还可以，就是我买的是 L 码，也差不多是肩宽，好像也差不多，好像 L 和 M 估计也差不太多，也是一个打底穿也是蛮舒服的，那个棉的好像更加厚一点，这个比较薄，但是都很贴身穿，都很舒服。跟大家讲话，我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看镜头，因为眼睛真的很肿。然后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很好的灯光下，不看镜头的给大家报备一下我最近的日常吧。大概就是我明天要开始上课了，今天呢是一个报到，这样明天开始上课。然后那明天开始就会是非常紧张的培训生活了，紧张而充实的。那
我之后呢应该会录 weekly vlog 给大家，就是每一周传一次，因为上学会比较忙，然后我们每天就没有什么休息时间，晚上也十点钟才放学，然后十点钟回来还要写很多作业，每周作业量也很大。嗯，那艺考其实还是很辛苦，就不会说比文化课有什么轻松的这样。然后周日的时候应该也不放假，还是有文化课补习，周六也是要上课，所以呢时间会比较少。嗯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，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就好。大家今天一起冲动的去剃了头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都是小学生，明天估计会戴着帽去上课吧，为了遮丑。因为我本来一直想要留长，但是我知道剪短头发就是一种病，就会越剪越短，然后总是会就是留不长，就留长一点就忍不住要剪。反正今天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，那下周呢开始就会是我编导生活的 vlog， 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观看哦。嗯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